我是小肉圆，小肉圆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游戏啊？安保玩具。安保的玩具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要介绍这个甜心餐车组。这个呢，有音效、灯光跟互动哦。然后这里面呢、有冰淇淋，然后汤匙，还有巧克力，然后糖果，还有浅浅。可以一起玩哦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组装吧。然后盒子的底下呢有一个说明书，组装的说明可以教你怎么组装哦。把它先装。拆下来呢，这边有一些它的配件，冰淇淋啊，糖果，然后这边是钱，然后还有贴纸可以贴上去，然后这个是配件。好，开始组装咯。这边已经煮好了，然后这个餐车组啊，上面有一个遮阳伞可以遮住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推的哦，轮子可以动哦，然后这边有波力的棒棒糖，然后这个有写波力，然后这个棒棒糖有两种口味，两边都不一样口味，然后这边有冰淇淋，这个是黄色的冰淇淋，蓝色、紫色的冰淇淋，然后这边有棒棒糖，一样也是黄色、紫色跟蓝色哦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草莓的棒棒糖，草莓的棒棒糖哦。然后这个也是棒棒糖，好多。然后这边是有糖果，然后这个是巧克力。然后这边啊有一个按钮，有一个爱心粉红色的按钮，按下去会唱歌哦，而且还有灯光。小肉圆，你这里有在卖什么？卖的，那个是什么？冰淇淋吗？可是我有看到草莓的，我想要吃草莓的冰淇淋，可以吗？那我要再加一个巧克力。对，再加一个巧克力，然后一个棒棒糖，我要黄色的那个凤梨的棒棒糖，一个，我要一个就好。一个棒棒糖，不是，我还要再加一个棒棒糖啊。可以来干嘛？好啊，那可以再一个棒棒糖给我吗？好。我要黄色的啊，黄色在哪里？我要一个黄色的棒棒糖哦。好，对。这样多少钱？100元。可是我只有带20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哦，怎么那么好？你人太好了吧？好，那我要吃了，我很饿耶，可以给我吗？那我20块给你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我要吃了。好好吃哦，那我下次再来买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妹妹，今天的安保甜心餐车组好玩吗？好玩。那我们下次再介绍好玩的玩具给大家。好。那最后要说什么？下次再拜拜。